让他自己介绍好了。这种比较新生代的歌曲，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不太了解。不要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 Edmund 何一文。那像刚老师讲的，当天我会是主持人之一，然后也同时也是会担任表演者。那我是袁龙梅老师的学生，跟他学了快要2年的时间了，所以很希望说你们10月7号的时候可以出来 River Rock 为我们加油，谢谢。今天带来的歌曲是当天会表演的一首歌曲，叫《残废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Just so we could.